阳静止不动好了，那全世界都完了吗？啊，这半边烫死了，那半边冻死了。啊、不行啊，他不能用铝制品。我说我们中国人的国旗不能乱改着呢。啊，你改不用铝制品，那划不来。那只能倒到厕所里面了。解决之后啊，我们还得水泥的敏感的问题。还有什么敏感的问题啊？核子古镇古之后，谁当家？这有什么好敏感的了？当然是我们了。我们当家了。你当家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们那一边一大块土地，你人生地不熟的，你怎么当家？谁人生地不熟？我告诉你，从小地里天天刮烂熟的。我告诉你。地理已经变成历史了，到现在还在念历史。哇，这片是什么？我这是感情特区。背得很熟，你的历史已经变成小说了。不是，我有一个堂哥，他是写科幻小说的，他会记不住。你好了好了，就这么想当家呀？谁不想当家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这么跟你说话，我还怪不是味儿。干嘛怪不是味儿啊？我们干嘛国旗国号还不一半给你啊？按照这个人口跟土地分配啊，在我们的红旗上面分一小点儿，让你们的小白日已经很客气了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不要激动，我很冷静啊。你这叫冷静吗？我冷静的时候就是这样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把你的2000万人放到我们那儿啊，穿上我们制服，眼都不要眨一下，全消失了。我成了金融奶粉了，我说。那我告诉你，你也别太拽啊！你不想想看，要不然我们平常给你们点零用钱，你们日子怎么过？呵，把话说这儿来了。你们当初迁居大陆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先通知我们一声啊？你们走的时候干嘛带那么多故宫文物、金银财宝啊？哎，哪个出门不带点钱呢？我的亲家，你咱家家入小店不都是钱吗？是吧？你讲话不要听道理。开赌场也是投资吗？是吧？你观光客，你是你大桥，你是你搬过来的。你看看你们两个中国人站在一个舞台上面两个小时不到就吵起来，一点沟通能力都没有，一点共识都没有，你们成什么样子吗？你到底是站哪一边的？我中立啊，我家住中立。我问你们嘛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要谈吗？没有诚意谈拉倒算了嘛，回家去嘛，回家去嘛。当然有诚意。有诚意是吧？那你们和谐一点吧。这次都在卖袜子，谈的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，大卖能够达成共识，是对所有的中国人造福啊！没错，所以我们要谈好这件事情，就必须大。